来。最后这包你问我咋再等你呢？这来嫌嫌这手工的三百一元正好吃，手工三百一元搁咋的？真正都冤枉啊啦！来手工师妹员，够人爱无？搁一百块多啊？一百块。来手工师妹员。来一百。来，没有了，加几枚哈？剩下这里全部给你一百五好不好？全部都给你一百五，一百三就好。你只要摆在这里，我要卖三十块卖掉了。来三十块。这个海鲜卷，加了，干我的哦。两包而已。哦，存两包，两包，哦，存两包的。这海鲜卷啊，里面是有虾仁的，内底有虾仁的啊。这外口的钱啊，海鲜店三条钱开，都爱一百块啊。三条钱啊，一百块一条才三十几块啊。这内底总共有十条啊，都爱三百块啦。要爱免三百块啦。两包就好啦，一两包拢我来啦，保证很好吃啊！现在恁若买落油店吼，直接气炸锅就可以了，直接气炸锅就可以了。阿姐要吗？要不要吃海鲜卷？要，点个头要，两包五包，200块就好。两个啊，不是一个啊，两盒200。来海鲜卷够人来不？我卖掉两盒，我比他帅。来，还有没有人要海鲜卷？再一个就好，你要吗？还是有人要买一盒的，证明我真的比他还帅。三盒的，再怎么看我都比他帅。够人来不？最后这单我可袂掉，100块得，非常一百块。来，谢谢。我只是证明我比他帅而已，这两盒不用再上来了。我只是要证明我比他帅而已。来，这包不是干那汤包，不是炸汤，你吃汤包才单单尔。这包灌汤汤包内底都有汤汁的啊。鼎泰丰的有无？卖讲鼎泰丰啊，一般咱去汤包店内底三条无，咱小笼包港式餐厅啊，三粒摆一个小的蒸笼，吹出来偌济？80块，里面20颗，3颗80。20颗要多少？250，没有蒸，算你们便宜一点，200块就好。无帮恁吹进来，再赚个20秒，200块得，一只剩10块尔嘞。回去，电锅大同电锅半杯水就好了，直接下去蒸，当早餐，当下午茶，当点心，就这两个，这两包，200块就好。来两个。200块，啊不，你有要再吃什么？不然还要吃什么？又不帅了。这个就只剩这一块了。不然你就把这个用切的。还是我要帮你把这些全部切一切。工钱大概要5000多块。这个一样的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一样的啊，这种鱼没有什么事啊，它没有刺啊，这是它的肚子，这是它的肚子，要吗？这里全部给你，全部给你，还送2块，要吗？小块的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我也没有办法卖你的，真的送2块呢，要不要考虑一下？全部包起来好不好？1000块就好，800，700呢？700不要，那600呢？你问别的，我跟你问别的。没有，我就把它卖掉了。这盘中来8包，人要吃无？这盘中来8包，人要吃无？无我招两个人去哦，卖较少就较贵哦，卖较少较贵哦。中来8包，两个人一个人500块。
一个人500块多啊，400块多啊，400块有人要吗？300块，要不要吃饭？来，最后就我们沙发，有人来无？来，你们还要想要吃什么？来，一人上一袋，好不好？谢谢，来，谢谢。这袋同款的，这袋完全无字的。啊，300块，那袋小袋上价值，那袋顶头105块。来，恁哥要吃啥？鲈鱼，有人要吃吗？来，这鲈鱼啊！今仔这大只的鲈鱼啊，一只拢斤半以上啊，这大尾，这鲈鱼好吃，用真的，煮糖醋的，清蒸糖醋，煮金丝啊清汤，煮清汤就好了。这盘，规盘好好，煮透早，一直发，一直发，都无人要吃鱼啊。规个大家手骨无人管这青鱼啊，真正有影啊，唔该，大家。煮透早都较紧，煮透早活跳跳，袂甲死跳跳。啊，恁真正拢无爱食鱼啊？有人要煮无？一只干煎，一只清蒸，一只红烧，一只红烧，然后再一只煮糖醋的。要的话，500块就好。再烧一只给你煮汤，500块就好。500有人来无？一只100块而已嘞。真少。大家注意，老母有人要买三只无？300块啊，两只200块，三只300块。上来啊！哦，300块来哦。300块。太大只。那我把它切一半下来好不好？来，300块有人来无？三百够了没有？够啦，这起码来二啦，从这俩这二啦，你阿是够啥？够恁就够食啥？好少嘞。这只叫花鲳，花鱼啊，野生的海鱼，野生的花鱼啊，这条鱼啊，足单单的。蛋皮很简单，餐厅他们习惯用清蒸的，因为它没有刺，肉质很嫩。它叫花鲳，只要是鲳鱼都没有什么刺。下雨天当然有。一般家庭我们直接用清干煎的就好，不喜欢清蒸，直接干煎就好。它只有一只中骨而已，一支中骨啊，尔完全无幼齿无暗齿啊，蛋皮直接蒸就可以杀啊。是啊。这下鱼啊，外口两尾在台啊。一尾差不多千块，要80块啊！这两尾大概要160啊！要来，这四尾都要120啊！要来300块多啊！头家咧讲的卖不完，拢送的，这只大只先我送。这五尾、这六尾要来啦，300块就好。有人要吃吗？三百。我看你拢要无买鱼啊，我的感觉应该是你无够缘投。不是这个跟帅气没有关系，是你们不会杀鱼，你可能够袂晓杀鱼啊，所以你拢无买鱼啊。这条鱼啊就单单的，它没有鳞，直接用剪刀把肚子剪开就好了。哦，骨头割开就会杀啊。你若袂晓用刀，这么新鲜，只要红顶顶好看，这么新鲜，这么漂亮，剪刀剪开。这个里面有的有蛋，有蛋的可以赚3块，直接回去没有鳞，直接剪开干煎就好了，300块要试看看吗？来，啊杀的那一只工钱要10块钱了。啊，我不是拿6只吗？啊，那只我从那里杀的，啊，那只送给你。够人来不？这1尾、2尾、这3尾、这4尾、这5尾、这6尾又来了。300块多啊！拄我抬一只人客看，这只我都无抬啊，这只我送你多啊，300块啊！哎呀，不好意思，麻烦这。
来个人来无？300块个人要吃无？纯吃尔。这一尾，这两尾，这三尾，这四尾，这五尾，这六尾，这七尾来300块了啊！两个人没啊？最后两个人客啊！300块，而且要吃吗？最后一个人客，2、3、4、5、6，最后一个客人300块。三八，你多贵难买。大姐慢点走，等一下，我有没有，我有没有花餐哎？没有，他没走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还有另外一个嘞。你有冇？你两个人哟。啊？便当啊？要叫便当？你叫啊！你叫啊！我搁一百盒。免啦，机会路啦，来啦，咱当场烘鱼啊食。啊，头前搁一包哦。啊，那我好挖刀。来，留一包300几多而已。嗯。哎，后边。鹅啊没了哈。鹅啊没了，鹅啊只剩下一包而已。来，你个人要食啥？记住哦，即马头家讲要叫便当啊，叫便当的标识，叫便当的标识。等下要食饭啊！啊，要食饭来啦！来乌皮皮啊！我们等下有时间通食饭。来，这手工的花枝丸啊，这逐日都吃花枝肉的啊！这手工丝木丸，手工的花枝丸啊，有人要吃无？这花枝丸外口咧，称一斤偌济？一斤二啊八，一斤偌济哦？我提下恁看，这摊保证超过一斤，买来300块好。只要拢我来300块啊！最后一个人去，只两斤花，300块花枝丸，有人要吃无？什么东西？五鱼吗？五鱼，买1000块好不好？1000块，降一下。今天像这么大的五鱼，外面一条在杀150，2条300，2条300，4条600。8条1200，1000块。帮你们分哪个？啊，要给那个冰块给我。可以。全部都给你。现在你不要说要冰块，要人都给你了。因为都没有办法了，都卖不掉了，现在要人也给你了，还要不要？你当信奉哦，你当你信奉哦。没啦，我讲伊名啦，我无法当我伊呢。信奉无法当啦，信奉你要大家抢要爱，一个也不能拆那么多个啊。我今麦我想要甲你卖掉啊啦。冰块呀。冰块要另外装吗？来，恁各位食啥？还有想要吃什么的？鲑鱼有人要吗？有人要吃鲑鱼吗？小姐妹，鲑鱼啊！鲑鱼即卖外口咧穿足贵的，唔知你贵安怎，贵正经的啊，贵油价起价啊！哦，你食到食油啊！出门干那来个吃油钱，安尼为中华来跟恁得当，我咧甲估计一天的一片的油钱，头加300块出来，差不多、哦，不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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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哎，不止哦，公里，哎，过路费无起啊，我讲是油钱啊，加百外公里啊，百外公里，哎，300不止，系啊，别爱无，别讲较济啊，气嘛不是无法度啊，气咱嘛要忍受啊啦，等我一下，好不好？这个我卖完马上卖。这鲑鱼啊，即摆外口咧穿偌济，一斤500块啊，较俗还阁穿到48啦，即四地穿开啊，无700块以上你买袂到啦。要爱500块，小姐你要鲑鱼吗？500块，要吗？要。来鲑鱼，这一份还有人要吗？500块就好。500。
你免甲烦恼规个，说你去穿外口七八百块，你才穿会到的。我招一个人客，遮拢来啦，八百就好啦，七百就好啦。你要蒸鱼哈？够有人要爱鲑鱼的无？遮全部拢来700块，要吗？现切鲑鱼哦，这一块你可以下去切一切，煮味噌汤。这两地落去煮一锅汤，其他这拢落煎。要吗？700。真的还是信农比较帅。啊，不行啦，要把那个小姐一定打我、啊，我不能为了这样被打、啊，人长得丑就已经够可怜了，还要被打。哦。来，鲑鱼不？鲑鱼没去北鼻八九。鲑鱼，无人要叫，人要煮米沙汤的无？煮砂锅鱼头啊，天气冷，这个是。今仔，我无想要下班，我等下要坐火车先来等你，才袂到会播放文字啊。11点啊。嗯。我以前拄啊照过啊，一边卖就卖半箱啊，足简单诶啊。为虾米这等你哦？我以前贵诶，这大量这个有400-500哈，这个是有肉的，不是没有肉的，只有壳而已啊。要的话，鲑鱼不用买500啊，300块就好。鲑鱼头要的话，300块就好。这一个、两个、这三个给你，300块就好。200块就好啦，来，这一粒两粒，这三粒我来啦，200块就好，够人来无？200。这三粒炖起切切的猪皮烧汤，用香的。用香哦，我不是吃。200块最后剩这三粒什么啊？够我赚50块转来好无？200块，100块得，150，最后一个客人150，100块。什么要鳟鱼诶？小姐要吃鳟鱼啊？现在都已经卖到这个时间点了，我看你是1000块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了，你是买2000好不好？好。现在只有2000可以解决我们的困境了，现在已经不是500跟1000可以解决了，直接买2000好不好？好。不行啊，家里人少，这一条200固定的啊，这个不用喊了，这没有办法，这一条只能200啊。那我也不要200，你不能一条200，那你买1000好不好？那你买1000块好不好？这三条，这四条，这五条，这一条老板再送给你的。哎，要不然送老板了、啊，送老板了、啊。是啊啦，我无讲，我当时后边阁有啊，只一千多啦。真的啦，头家在讲的啦。小姐啊，虽然一位200，啊两位偌济，35。300块啦，来300块，够人来无啦？这小姐水也真有哦，啊，今麦有买龙足水的哦，今麦啦，小姐水有买哦，啊，今麦啦有买龙足水的哦。那啊，搁找一个美女嘞，搁找一个美女帅哥要买者。啊，无你嘛找一个引导的。啊，有引导的无？有没有帅哥要再买一份？一份200。两百要400呢，要哎，慢慢300块得啊！你可以不要走啊！来个300，有人来无？鳟鱼300块还有人要吗？无一人卖完的啦，食到死啦！我等下，哎，谢谢。